安播足球快讯。2021年8月6号，美斯与巴塞缘尽。巴塞官网发布公告，球队将唔会同美斯续约。巴塞官方嘅解释系，尽管已达成协议，并有意签订新合同，但由于经济同结构性障碍，即系西甲联赛规定，美斯同巴塞无法完成签约。巴塞官方表示，面对呢种情况，美斯将唔会同巴塞继续联系一起。巴塞衷心感谢美斯为球队发展作出嘅贡献，并祝愿佢喺个人同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。你听紧嘅系安播足球快讯，我哋为你提供各国球赛嘅赛前分析、赛后报告、足球世界花絮。多谢你嘅收听。M 直播提供英超、意甲、法甲、NBA 等精彩足球、篮球赛事嘅直播服务，立即下载 M。